What does that say? 个人训练生，个人训练生。哇，这个时候我写英文啊。No company, no manager. Yes. Okay. 个人训练生，你是不是特别有感？有感，因为我当时也是个人训练。自己打拼特别孤单吧？对，所以我们不能再。我觉得我们应该 要亲切一点，对他们好一点。你怎么那么善良啊？哎呦，可。他进来了。中国女孩，老师们好。Hello， 我是个人训练生陈珏。为什么你穿了一件中国女孩？我喜欢。多说一点，多聊一点，让大家多聊一下你。我看了一下你的那个经历，我看你特别喜欢蕾哈娜，为什么？就好啊。多说一点。就因为她好。OK。你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，你知道这个事吗？等一下，头发挡住了，有点听不清。他说：“你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。”他要是不认识我，我就尴尬了，也是有可能。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我知道。哦，是，好巧哦，好巧，好巧。那万一如果节目有三个跟你一样呢？那我可以跟他们做一个组团。对对对。他真的话比较少。是，不要为难他了，选坐吧。你要坐哪边？你要不要坐我旁边？哇！哦，这么胆大的吗？认真看本人那么精，是不是觉得惊艳到了？神奇！好安静。那你会跟他们聊天吗？你话那么少。不了，我身边这一位一直会有一种很突兀的感觉，我觉得他好像我助理，你知道吗？他真的话比较少。是。你坐哪？子倩，这边正好有两个，坐前面吧。我以为这里不会有人坐哎。你耳朵红了。